我们看第三题，他现在哈投三次呢公正的骰子，那 X 代表哈出现点数的最大值，哦，比如说算个骰，骰子甩下去嘛，一个出现一点，一个出现二点，一个出现三点，那么三点就是最大值啊。那问这个最大值的期望值哈是多少？好，我们看。最大值它可能是一点，那如果一点的话，它的几率多少？就是三个骰子都是一点，第一个骰子掷出一点，它的几率是六分之一嘛。第二个骰子掷出一点也是六分之一，三个骰子掷出一点都是六分之一，所以是六分之一的三次方。好，最大值的话呢是两点的话，它的几率多少？它的几率的话就是说哈，每一个骰子哈，可能掷出一，可能掷出二，那这样的几率有多少呢？第一个骰子掷出一或二，它的几率是六分之二，就三分之一啊。那第二个骰子掷出一或二，也是三分之一，所以是三个骰子嘛，是六分之二的三次方。不过要扣掉什么呢？扣掉哈，三次哈，都是呢掷出小于二的点数。那掷出小二的点数，就是说三次呢都是掷出呢一的点数，那个几率是等于六分之一的三次方嘛。那这样子的话哈，就是什么呢？掷出最大值是二，它的呢几率，同样道理，掷出最大值是三，它的几率呢？是多少？就是说第一次可能掷出一二三，那第二次也是一二三嘛，所以是六分之三的三次方，要扣掉多少？扣掉呢那个三次都没有掷出三的，那三次都没有掷出三的话，就是说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是六分之二，第一次可能掷出一二，第二次一二，第三次一二，所以是六分之二的这个三次方。同道理哈，这四的话哈，最大数是四的，那个几率是等于多少呢？六分之四的三次方减掉六分之三的三次方，那是五的话，那就是 P 五，最大点数是五，它的几率是六分之五的三次方。减掉六分之四的三次方，最大点数是六，它那个几率哈，就是多少？六分之六就是一啊。三次方减掉呢六分之五的三次方。算期望值的话，就是说这个把它乘以一嘛，就是这个 m， 这个把它乘以呢二，全部把它加起来，就把它乘以二。这二的话就是这个二 ，m 乘以 p 嘛，再乘以这个是乘以三，再把它乘以四，再把它乘以五，再把它乘以六，全部把它加起来就是期望值。这全部把它加起来的话哈，等于多少呢？这个一的话有六个，就是六哈。然后呢，这有六分之五的三次方，这有六个，那这有五个，这负的，这正的，所以要扣掉什么呢？扣掉一个六分之五的三次方。然后呢，这个加起来这里有六分之四的三次方有五个，这里有四个，这加起来的话也是负一个，这个加起来也是负一个，这加起来也负一个，这加起来也负一个，所以是减掉呢。六分之四的三次方，再减掉六分之三的三次方，再减掉呢六分之二的三次方，再减掉六分之一的三次方。好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是等于六减掉六的三次方分之，一的三次方加二的三次方，加三的三次方，加四的三次方，加五的三次方。这有公式可以带，
我就六减掉六的三次方，哎，我把它写这样，六的三次方之一，那乘以多少？二分之 n 加一，哦，就是五乘以六，那整个的平方呢？哦，这个是三次方那个数列的和，哦，公式。啊，这个等于这个是等于六减掉多少？二三得六。哦，这是六的三次方是二的三次方乘以三的三次方，啊，再乘以五的三次方，再乘以多少？哦，这是平方啊，这写错，这是平方才对。这是五的平方 ，r 的三的平方，那约掉约掉平方，那所以这个是等于多少？这是六减掉呢，三八二十四，二十四分之二十五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二十四分之这个二十四乘以六，六是二十四，第二一是四，减掉二十五，这是九，所以是一一九，所以二十四分之一一九。